李冰冰帅气装扮亮相上海，参加某时尚品牌开幕仪式。活动现场，李冰冰心情大好的与嘉宾们分享了自己的衣服及包包的搭配心得。而近日，袁立华表奖的透视装风波又将李冰冰推至风口浪尖。事出起因还是要追溯到前几天的华表奖，袁立以一袭大胆出位的透视装在华表奖上抢尽风头。而一向敢讲敢做的她，近日在微博上发力，讽刺国内某女星各种炒作，不舍的手段都用上过，并怒视其不要脸。此言论一出，立刻引起网友大猜想，最终网友将矛头指向李冰冰。当天活动，当记者问及此事时，李冰冰尴尬不已，一语不发。刚才冰冰也说到安全，那如果说对于最近就是袁立在华表奖上穿蕾丝透视装是什么样的看法呢？不好意思，和品牌没有关系的。而当记者换个角度追问自己是否尝试蕾丝透视装时，李冰冰勉为其难地应付了记者的问题。那就是你觉得这样的蕾丝的服装今年比较流行，你会尝试吗？一下，看自己的工作场合。而在网友猜测此人是谁时，又冒出一位虚竹老师的网友，讽刺袁立的穿衣品味，甚至爆粗口。袁立再度发威，接连更新微博与该网友理论。而细心网友则发现，这位反驳袁立的网友关注的第一位明星就是李冰冰，所以外界都在猜测该网友是李冰冰的英语老师。当记者再次问及此事时，李冰冰甩头走人，不做任何回应。好像在微博上有很多互动，那个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虚竹老师是您的英语老师是吗？是这样的吗？冰冰大小，冰冰，你觉得袁立说的是怎么样？那个微博里。